该乘客，欢迎乘搭九龙巴士公司265S 线，本班车将由丽寮开往天衡村，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车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下一站是丽寮村莲寮楼。The next step is VU4YU2. 现在是信遥村人遥楼。下一站是下葵家家家诊所。The next step is 高桥村高桥楼。现在是下葵村家家诊所。葵涌運動場。The next stop is 高雄運動場。下一站是葵涌運動場。The next stop is 大沽口铁路站。下一站是大沽口铁路站。The next stop is 交通区。
上线是静安街。The next stop is Union Street. 下一站是建民街。Thank you.